每年啊，每年啊，意思就是说，对整体是个蛮好的，就是说，意思就是，一般人啊，伊就讲到就是个蛮好的条件的。啊，你若选择是唔做个，看一下啦。啊，租酒店就是好处就是啥，一年你看下就十几间的，随便几，因为铺头小点的嘛，啊，拢看下。啊，其实比如说，万一咱选择厝，你大部时是爱个建那个。